大过年的你蹲这儿干嘛？家族里有个特别多嘴的亲戚里趴吗？趴啊，里面有一群。没事，你先进去，别的交给我。哎呀，金仔回来了，路上堵不堵车啊？看似在关心我，实际却是试探我有没有买车。我抱歉，金总，听直升机费了点功夫，他家这院子也太窄了。金总，哪个单位啊？我儿子可是在外企公司当经理。血额狂魔出现了，不过他儿子的确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天才，而我蝼蚁都不如。收破烂公司的。啊，哈哈，收破烂的确和你很搭，跟我学，收，收。爸，我失业了。